Astro 本地圈今天配合南洋报业基金十六导航的活动，我们来到黄婆婆的家。黄婆婆今年75岁，她与她的儿子呢住在里面这一间破烂的这个木板屋已经有超过40年的时间了。对，没错，那刚才我们去看了过后呢，里面真的非常的破烂不堪，而且呢由于这边地区比较低，每当下雨过后呢就会有点淹水，那导致他们生活环境有点恶劣。除了要帮婆婆油漆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其他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除草啦、砍树，还有清理水沟等等等等。义工们的这个努力之后呢，我相信黄婆婆的家以后应该不会淹水的啦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身体力行传递爱心。